这个康乐出来了。哎，今天机场妹，这头发发型变了。走了。Oh, yeah.
第二排第三排车，等一下我去了他那里，所以叫他机车妹吗？他们都叫他机车妹，他平常以前修的车，前两天他就是没有去车。 这个胖妹吃的也好，这两个都是胖妹哦，她是最瘦的，她被挤在中间了，两个都是重量级的。 跳的熟练一些了，之前来的时候什么就是慢慢摸索的，之前前几天都跳不好，像跳老鹰，这个门那个老师一样，现在都会跳了。 Thank you.
자체가 잘 아파 있어. 자체가 이쁘다. 시원한 맛.